小姐，这猛烈血型 A 型的。一早捐血活动排了好长的人龙，现场还得分成两区出动三辆捐血车。上人有在讲，能够付出就是福气，啊，懂得付出是智慧啊！啊，阮大家无冤无亲，两百几个拢总共享升级。为缓解血荒，主办的高雄市模范父亲协会成员把家人亲戚都邀来。今天哦，借这个机会，那个小孩子都来了，从桃园回来的。也顺便带小孩子过来，想让小孩子一起参与一下，以后也可以为大家一起来做付出。以爱传家，许多人都是全家出动。他就问说，为什么要捐血？我说捐血可以救人啊。爸爸有救人呢，爸爸有救人呢。今天要换妈妈了。孩童小小年纪，透过父母身教，克服恐惧，学习付出。长大也建议跟爸爸妈妈一起捐血，好不好？好啊。肚子不要长大，偷偷会怕、啊。是啊，你要长大才不会怕、啊。父母捐血，孩子学习助人的精神，透过捐血行动，让爱能够代代相传。大爱新闻陈怡贞、王昭忠高雄报道。